哎，冬天都快过完了，德国还有人活着吗？冻死18万人，洗澡只洗4个部位，这些怎么后来都没下文了？我在去年2月的视频里说过，对于普通的德国家庭，今年燃气账单翻番几乎是肯定的，但冬天没有暖气烧，不大可能发生。我在去年8月的视频里面再次讲过。后台收到无数关心我的留言，就比如说这个，德国的天然气储备撑不过3个月，凛冬将至，不怕吗？看一下，这是杨哥的答复啊。其实呢，现在说什么都是嘴炮啊，咱们不着急，还有1个月，德国就进入采暖季了。等天冷的时候，12月份，我会专门出一期聊一下天然气。先说一组数字：2022年初，俄罗斯进口能源在德国市场的占比分别是天然气55%，煤炭50%，石油30%。2023年1月初，全部归零啊，零。这期视频聊一下德国的天然气。德国的天然气到底多少钱一个立方？德国有1501家天然气供应商，每家的价格都不太一样。即使是在同一家公司呢，它有不同的合同套餐，这个类似于咱们手机的流量计费方式是非常复杂的。平均来看，2021年是6.47欧分每千瓦时，这个说的是绑定12个月的新签合同用户价格。2022年秋天曾经高达了40欧分。上个月底已经降为了12欧分，未来几个月还就会继续下降，因为天然气期货市场的价格已经低于了俄乌开战前，那传导到终端消费者这里呢，是还需要一段时间的。德国的冬季是怎么采暖的？德国人口8400万，有1890万栋建筑，这3个是不同形式的天然气分户供暖，总共占比48%，然后是烧柴油的燃油锅炉30%，上面这两个加起来10%的是木头啊，包括烧壁炉的木柴，还有生物质颗粒。我们熟悉的那种热力厂集中供暖，在德国只占6.6%。那德国家庭的取暖费是多少钱呢？一个四口之家如果使用天然气采暖的话，大约在每年2000到4000欧元之间。这当然就具体取决于你这个房屋面积有多大，是吧？建筑的节能等级是多少，还有你的燃气合同，还有合同绑定期。这个冬天呢，德国的居民采暖费用大约是2021年的2到3倍。那涨了这么多，会不会有人就要挨冻了呢？那有些地方肯定就不能像原来那样说在屋里一直穿短袖了，但挨冻肯定不至于。德国出台了公共建筑节能规定，坐着办公的地方取暖温度不超过19度，人员走动的地方不超过18度，大厅、走廊、过道不供暖。这个规定的是公共建筑，它包括了各级机关、大学、公共服务设施，但不包括医院、养老院、中小学、幼儿园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冬天受罪的是公务员和大学生。你像柏林的国会大厦里面，议员们过去可以穿衬衫，现在要穿毛衣了。享受暖气补贴的学生公寓和社会福利住房也有相应的新的供暖标准，这个具体各地不太一样，大约室温是要在20到25度之间。你像我家，这是私人住宅啊，当然谁都管不着，暖气我想烧多热烧多热，所以我在家里边从来都是穿短袖的。居民采暖费上涨了这么多，德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呢？德国出台了2000欧元的一揽子能源价格刹车方案。具体做法的呢是：第一，国家支付2022年12月1个月的天然气账单；第二，从2023年1月1号开始，对私人家庭和中小企业对前一年天然气和用电总量的80%提供补贴，天然气价格不得超过12欧分每千瓦时，电不得超过40欧分每千瓦时。除此之外呢，对于低收入家庭发502欧的一次性取暖补贴，发到个人手里。再有一个呢是上调了退休金，西德地区涨3.5%，原东德地区涨4.2%。此外呢，去年12月发了300欧的一次性补助，还有就是上调了儿童金，从今年1月1号开始，从每个月219欧涨为250欧。儿童金不和收入挂钩，每个孩子都有，那我家也有，我们两个孩子每年是领6000欧，发到18岁，如果继续上大学的话，会发到25岁。还有呢，就是大学生和双轨制半工半读的学生会一次性发200欧，包括外国留学生，也就是说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也可以领。这个具体的发放时间还没有公布，但方案规定不迟于今年9月必须发到每一个学生手里。那德国的天然气够不够用呢？开篇我就讲过了，德国在2022年用了1年的时间，把俄国天然气的占比从55%降为了0%，德国已经彻底摆脱了对俄能源依赖。那德国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开源、存储、节约。2020年，德国进口俄气520亿立方米。去年，德国通过自建、租借、购买，在北部弄了5座移动液化气装卸码头，年处理能力是315亿立方米。剩下的缺口，使用荷兰和比利时的码头，通过管道输入德国。德国在去年10月提前完成了存储目标。经过这一个冬天，现在德国的天然气罐的存储量是80%，这个远远高于去年2月的水平。去年夏天，德国政府号召节约勇气，计划呢是从2022年的8月到23年3月，把全国天然气用量降低15%。截止1月份，已经实现了14%，基本完成了原定的节能目指标。
德国能安然过冬，那是因为暖冬吗？啊，这个不是。去年12月，德国的平均气温是 1.8 度，对比过去30年的气象资料，这是处于平均的水平的。今年1月的气候数据我还没有看到，但就以我所在地区为例，我自己感觉明显气温是要低于往年的。这个今年好像整个北半球都这样哈，包括今年1月份，你看中国北方也是比往年要冷的。那德国天然气的用途是干什么呢？工业生产占 37%， 私人家庭取暖 31%， 商业 13%， 发电 12%， 市政集中供暖 7%。 你说没有短缺，那为什么德国人去年要抢购电暖气呢？电暖气在德国是生活必需品，我家也有啊。来解释一下为什么。前面说过哈，90%多的德国家庭是分户采暖，那供暖设备是机器，是机器当然就有可能出故障，我自己就经历过一次。那时候我女儿才几个月大，我们那会儿是租房住啊，楼里暖气坏了2天，把我女儿都给冻病了。后来我就买了这个电暖气，10年了，后来又一次也没用过，但又一直在地下室里放着备着。去年夏天呢，有很多人担心德国的天然气供应不稳，加上9月份那个北溪管道被炸了，所以市场上出现了一波抢购潮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很多德国家庭有这种自己搭出来的阳光房、车库、工具房。根据德国法律规定，这些地方如果铺设固定的暖气，就会被视为居住面积。首先，第一要报建筑局审批，而且呢，房产税也会相应的增长。所以在德国住 house 的人家里面，他都有电暖气。在车库干活啊，或者说你在阳光房里看个书，需要的时候就来用一用。不铺设固定的暖气，就不会被计入居住面积。刚才说了居民家庭和中小企业的补贴，那高能耗的工业企业怎么办呢？今年1月份开始，按照2021年年用量的 70% 政府补贴，气价不超过7欧分每千瓦时，其余的 30% 是企业自己买单。那高昂的能源成本会导致德国去工业化吗？天然气、石油不仅是能源，也是很多化工产品的母料，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德国的化工行业。德国化工行业总共有1900家企业，2022年总产量减少了 6%，总营收增长了 17.5%， 这是因为产品都涨价了。80%的企业出现了利润下降，其中24%经营困难。这说明呢，涨价的幅度还不足以弥补能源成本的上涨。这个是德国达克斯指数过去30年的变化，几乎增长了10倍。我们把它拉近到最近5年来看的话，所有的重大的新闻事件都可以在这条曲线上找到相应的位置。这是2020年3月德国疫情开始爆发，2020年10月德国疫情进入了至暗时刻，然后呢迅速恢复。2022年2月俄乌冲突开始，9月底北溪管道被炸。能源危机造成了德国制造业的困难，但我在股市上没有看到恐慌情绪，这个资本不会说谎。对外投资的数据目前我只查到了2022年上半年，下半年呢还没有公布。德国经济本来就是以出口和对外投资为导向的，我们要关注的是短期之内是否出现了明显的资本外流，是否出现了明显的制造业外迁。那德国的能源成本是美国的好几倍，这个多少年了啊，一直是这样。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的时候，德国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度是75%，当时石油价格在短期之内暴涨了4倍，德国经济遭受了灭顶的打击，失业人口增长了4倍，德国甚至还专门出台过禁止周日开车令，德国人在高速公路上散步露营，不能开车了，德国人在城里赶着马车上街，你没见过吧？其实这些事儿呢，距离我们才50年。总结一下哈，德国已经彻底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，欧洲能源交易所天然气价格已经回落到俄乌冲突开始前的水平，天然气终端价格的回落还需要一段时间。那德国家庭在这个冬天支付了原来2到3倍的取暖费账单，但德国政府呢也出台了相应的各种补助。一些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企业出现了经营困难，但也不是说德国制造业就要崩溃了。还是那句话呢，短视频时代，我这种做分析做这种视频自己累也不讨喜，能看到这里的朋友都是有文化喜欢思考的人啊，谢谢你们。我是杨哥，我的号杨哥在德国，知道更多德国故事。